嘉义一早雷雨不断，门外乒乒乓乓，居然下起冰雹。 真的很夸张，大约3公分的冰雹从天空落下，狂砸，冰雹在马路上弹跳，民众看到超新奇。下冰雹，哎，好不好？你回头，它拢冰雹。嘉义地区受到强烈对流影响，凌晨2点开始雷电交加，伴随降雨，暗夜里又闪电不断，天亮了开始下起大雷雨，居民第一次看到大冰雹。在开电话，我电视机还在下面看，对啊，在下嘞，冰冰冰冰冰冰。地上啊。 一颗一颗的那个，就像冰雹啊，真的是冰雹。我是讲长毛田那个。有网友说看到冰雹降下，就要小心头，因为真的超大颗。一开始还以为看错呢，遮雨棚被打破好几个洞，还以为是谁用石头丢我家的屋顶，就连嘉义埔子也被风雨袭击，晚上就像台风来过。只要很剧烈的对流包。 都有机会下，突如其来的旺盛对流，在嘉义出现超大冰雹，加上打雷、闪电、狂风暴雨，也让人心惊胆跳。一整晚，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。 好，现在疫情持续紧绷，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。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，大约有8坪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。好，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，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，在哪里购买呢？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。